自从买了小麻鼠的手账胶带，我每天都忍不住的来做手账。我今天又来啦，而且我还找了一个非常省贴纸的拍板哟。今天就来做大寿万岁。做好了，就用了4小块胶带，好看吗？今天我太开心了，妈妈给我买了2本小麻鼠 Wix 的手账本呀，刨冰小铺系列，鲜花小筑系列，还有2张贴纸。今天就用刨冰小铺系列来做吧，原装贴纸哟。做好啦，我感觉这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好看的一次手账呢，你们觉得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做手账啦。今天做哪个系列呢？就做就知道吃系列吧。